台南安平区一个停车场，昨暗时发生火烧车，拢总有四台车是受到影响，火力个在无人受伤，安那导火原因是搁来调查厘清。安平一处免费的停车场内面，四号暗时十点左右，熊熊有车辆起火燃烧，甚至搁烧到边仔的车辆。有居民将发现了后，赶紧通报消防队。伊消防队员核报了后，赶紧到现场灌水抢救，是好佳在火势十五分钟内就拍花。是我女儿她住在。那个对面洞，他一直往底下看，看过来说，你在后面停车场亏修啊，就成为放跑啊那样。现场无人员伤亡，共四部车辆遭波及。车好好的停在停车场内面，哪会起火燃烧？车主也出面表示，伊四号暗时前往车顶捡物件，但无受到既然起火燃烧。好佳在当时人无伫车内，后小警车清查嘛无人受困，甲伤亡的证书。二五号一透早，但是消防局火调科嘛前往现场来火场鉴定。我伫车边啊，我都唔敢看，因为我咧火烧，突然间导火起来，我嘛唔知啥物原因啊，所以即摆鉴定我嘛是。像这我真正我嘛唔知啥物情况。有冒烟之后，他准备拿灭火器查看的时候，就整个大量烧起来，然后马上就报案。那我们到达下的时候，立即出水灌救哈，因为这个状况比较还要经过火灾调查，才有办法去厘清的真实原因啊。因为起火车辆是一台20年的老车，加上现场车辆损失相当严重，除了做火场的鉴定之外，警方也同时调周边的监视器影像，来厘清车辆起火的原因，敢有另外的因素。记者郑宏达报道。